这个地方就是云湖，是一个水库。然后大家看看这个小桥流水的风景，非常非常的不错。免费的一个景点。然后今天是4月5号嘛，来游玩的人特别多。然后在这转转，非常好，很怡情。
云湖这就逛完了，一个免费的景区，然后感觉相当不错，然后周围的环境非常的好，在这儿转转挺舒服的。下面往那个皖南川藏线走了，还有100多公里，所以这块也不能玩时间太长，溜达溜达就行了。那个位置有一只鸟在搭了一只窝，水鸟，哎，出来了，两只，哎，下水了，啊，就在那儿。